大家好，我是 Rose， 今天和大家分享名字叫乐沙儿，深圳公司。一进去觉得这店铺真像堆标好特卖与山姆的特价店，生活杂货类款式应有尽有，而且价格真的便宜到吓一跳，值得好好来逛逛寻宝。来到这里真的有感生活类用品自由，这个纸巾不仅便宜，里面还有花款旅行装洗淋用品，才20元，价格便宜的淋浴露与肥皂比外面还便宜的农夫山泉。看到这里都觉得可以达到零食自由，看过日期也不是临期食品。这个好吃，燕窝粥也有，这个以前吃过也不错吃，是真像吃杨枝甘露一样。想不到看到韩国蜂蜜薯片，这个很好吃的。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零食给大家看看。这个便宜好像也不错，这个乐事平常是真的也会吃，著名的自助火锅，还有一堆不同口味的锅巴。这个虾片山姆买过好吃，比山姆好是它是小包装。这猴糖港澳也有，比澳门的便宜，日期也不是临期的，如果这个有薄脆会更开心。更多的零食种类也有，咸甜膨化薯片，干粮也有，当然也不能少国内的著名零食，铁蛋、辣条、凤爪、海带，这些国民零食都非常香口好吃，就是不太健康罢了。这些饮料气泡水也比外面买的便宜。之后就来到化妆品、护肤品类，应有尽有，便宜就真的便宜。但真假就较难分清，上网找过评价，有些人说是真，有人说假。这几种山姆也看过，但这里买可以单买。这个日牌平常有用过，是真好用。之后这里都是大牌的护肤用品。这个也看到，这个韩牌平常用过也挺好用的。这个日后要出 trip 我应该就会来这里买这包。不仅是大牌，国货牌也会有，这里慢慢挑慢慢逛逛，可以逛2小时左右。一大堆化妆用品，眼线笔、眉笔、高光、眼影全部有，还有一堆卫生纸类。这几款就山姆也看到过，这里好处是单买不用团货。这个名创优品也看到过，好像名创便宜些。这些是较贵的大牌类，也是真假就不确定。这个我以后会试买一下，有感便宜与 CP 值高。还看到内地很红的白雀岭，还有专人帮化妆的柜台，护唇膏价格也很便宜。这里还实现一大堆卫生湿巾、厨房湿巾自由，也实现化妆棉自由，价格比港澳与内地名创便宜太多了。卸妆油，这个牌子好用，卸妆香、洗面乳、身体乳、护手霜。更一度实现卫生棉自由，女生最大的福音，这种晚上睡觉也不怕了。价格好像与山姆一样便宜，最重要是不用团货，可以单买了。一大堆牙膏、牙刷、漱口水自由。各种各样零零种种的洗淋用品一实现自由。洗衣液、洗衣香珠自由。
数据线也算是比内地名创还便宜。这种护腕，冬天长袖睡衣刷洗时挺好用的，最重要，价格便宜，款式可爱。下次日式旅行用品也可以在这里买，比名创便宜，又是比名创还便宜的化妆棉。各式各样，眼花缭乱的便宜法式。这边就童趣风多一点，儿童较适合。水杯种类也一样，各式各样。小朋友也可以实现玩具自由。玩偶也自由，不过款式就个人觉得名创多一些。我的战利品